我觉得在这一切发生之前，我有很多的担心。其中一个点就是，他们三个会不会很奇怪？哦，我们很奇怪吗？然后再来就是，我也觉得，好像你也变得很奇怪，这么冲动的和他们组团，是不是我也蛮奇怪的？但是今天我觉得，就是我有个特别感觉，就是我觉得我特别幸运，然后我很庆幸我有疯狂这一次。谢谢大家。然后也很谢谢小 V 答应，因为其实我们四个里面如果缺一个，怪物星人都不会成团，所以我真的要非常谢谢小 V 的勇气，想在这边再跟大家借一次，让我们鼓励小 V 的勇气好吗？让我们鼓励小 V 的勇气好吗？那其实也觉得很荣幸可以和他们一起组团，走到现在就是，虽然说我们成团也不算太久，但能够有这一场演唱会，然后看到你们这么多人，真的很谢谢你们。今天呢，就是陈荣刚跟大家讲的，真的很谢谢大家来。那怪物星人成团到现在其实也才不过三个月，然后我们就举办了首场的演唱会，在华山的 Legacy， 然后有满满的大家的爱跟支持，然后让我们可以在这里表演我们的创作。然后今天是怪物星人的第一场演唱会，然后很谢谢有你们在，那希望未来怪物星人的每一场演唱会你们都要在好吗？